我们现在我们请大师，我们大家来啊、用笔。蒋梦龙、马水成等十位书法家齐聚一堂，和市议员赖敏煌、镇沙里长陈访林等人一起为龙年写下吉祥春联，为活动揭开序幕。甲辰龙年新春挥毫活动正式开始。大沙湾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会在镇沙里民活动中心举办名家挥毫送春联，担任协会理事长的市议员赖敏煌准备了红包袋、龙年钥匙圈及议会限定的议员红包分送给民众，议长童子伟亲自到场和民众同乐。感谢我们大沙湾促进会理事长赖敏煌，也是赖敏煌议员，还有我们镇沙里的这个陈里长，大家共同来举办这个新春挥毫的活动。我想这样子的文化传承非常的重要，我们除了在推广观光以外，赖议员在观光推广不遗余力以外，也特别重视我们传统文化的推广。那我想这样子的一个精神，我想值得感佩，所以我们特别来祝福大家，然后也谢谢赖议员跟陈里长的用心，邀请我们在地里内的一些长辈来写书法。我想，让大家走出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啦。也很感谢我们的市议员赖敏煌举办这个活动，让我们各位乡亲可以踊跃的出来拿春联。然后我觉得今天天气不好的情况下呢，大家出来的很踊跃，刚刚也有去广播，那乡亲陆续的出来，那很开心我们这样的新春活动聚集了这么多人潮，我们今年一定会更加的美好。今天的活动啊，我要特别哦感谢议长的协助跟支持，我们才能够顺利啊邀请到十位大师哦到现场来挥毫。那么我们陈访林里长啊非常重视啊照顾老人，我们也希望透过今天的活动，一方面啊鼓励啊长辈啊能够多出来运动，那也透过今天的写春联活动，要跟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新年快乐，龙年行大运。那么我们今天除了邀请了十位大师现场挥毫之外，我们还准备了龙年的钥匙圈跟这个龙年的红包哦，希望祝所有的长辈新年快乐，万事如意。那么未来我们会每年都来举办这样的活动，一方面希望能够把书法的文化活动啊能够继续传承下去。活动吸引了上百位民众参加，现场近百幅的春联让民众免费索取，书法家亲自手写春联更是受到民众欢迎。龙是十二生肖里面最受欢迎的一个生肖了。那龙有没有龙来啊、平安龙来啊、富贵龙来、幸福龙来，龙来嘛啊，龙来，好运多多来，龙来，所以龙来的对吧？大家都就把这个坏的去，好的来啊，祝大家龙年好运通通来。年节春节到了，所以啊很多书法家受到邀请了，我们希望推广这个艺术啊，带给连结平安愉快的气氛，给大家阖家平安，大家欢喜。过年前夕邀请了书法家写春联送给民众，除了象征分送喜气，也让民众提前感受到浓浓的年味。记者黄少明，九报道。